点都没有弄好。是啊，遮好啊，要出去了。然后你的帽子也没有扣好，不行，安全帽没扣好的年代。就照一下镜子。1:48。看不到，在这啊，是不是？不知道。啊，这个。怎么这么短啊？怎么那么短？这个要被你卡住了。我想怎么那么短？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你扣歪了。那这个外套有拉够高吗？1:50。刚刚周少也帮我看的时候，好像是 EH10， 我看的时候没有在动，就说什么叫 EH10？ 是不是他秀成 EH10？ 咦，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他弟弟打他。有。回来就看到，哎，我正要摆，就放在你那旁边了。嗯，习性一样。然后。你看断掉了、啊，哦，呵呵，断掉了，谁叫我这样？怎么剪？就断掉了、啊。在我手上，你会拿吗？会啊，不然叫你拿太危险。你要拿，是他的给我。嗯。那么远，滑不动，滑不动吗？如果说下去也滑不动，它不好。在这啊！你这样玩啊？好了，给我拿吗？不用啊，我怕你又弄丢了，或刺到。对啊，因为还是很冷啊，会下雪的天很冷啊。很远，
其实我在想哎，我们能不能就把它插在路边？干嘛要拿着它？等下再来拿。对啊。你不觉得吗？插着就好了啦。不然你们这样拿很痛苦，很麻烦。我不知道插哪里好哎，我又怕被别人捡走，然后又怕。还是地方他们那，他不会帮你。就是不会被撞到，挡完屁股就会变慢了。还是把它戴在手上？怎么是一直挡屁股？就是那个椅子撞过来的时候不会打到他的屁股。我看有一次爸爸跟我们家在外面，小弟一把把他拉回来。你先拉。没有啊，他刚在你旁边啊。走走，看不看？这样接就可以接到了。啊？拿着，拿给我。不要拿着，真的不要拿着。断不见啊！在这儿，两段都在。全部都放这。我也在想，我刚刚想说，那我们何必拿着？只是他不会把我们捡走吧？断掉谁会捡？对啊。外面，可是妈妈都只有一个。对，这家这对姐妹嘛，撞都撞断了，几乎同一时间是吗？比你们早一点，哦、就被我咬断了。滴滴的后面好多。滴滴，你碰到我了。我知道，我等他们了。好，那你等我出去。不用啊，等一下就掉了啦，多少人？怎么那么多啊？这群这种那么多，我们好特别，我去拿一个。爸爸，你下，爸爸，暖暖，哎呦。慢慢滑下来。你说几号车哦？78，60，看不到。57，啊，你比较近。96，哎，真正的60，真的吗？他们58，他们59，60。哇塞，超强！我现在是59。走，59。快点！
点，挂一点，挂一点，跟我靠近一点，跟我靠近一点，跟我靠近一点，小心脏！接雪粉！哇！怎么了？你的雪粉掉了，惨了！这样你要走下来哎、欸。要走下来了啊！有人好像叫后面的人帮我拿上来，应该是真的。对啊，因为你这样子下来，什么下来？好，你呀、啊，你要跟我站近，然后要直的出去，不直的、啊，然后就他就手卡到水里面，然后就掉了。然后杖要记得收起来，不然就会像我这段那种弯掉。而且很可怕的是，上次弄的时候是它这样凹，我的手会被它扭断，你知道吗？会遭我的手折到，所以那样更危险。杖弯了就算了，是手会受伤。那你的杖如果弯了，就买了。对啊，这就是没有围啊。围什么？大家有看到柱子就不会滑过去的啊。这个就有围。因为那个是哦，要去路这边没有路啊，我还要看。为什么我的这个一直在下？你借我看一下，你看我一下。我看一下为什么我的这个。是在滴水。上面那把雪在慢慢在滴下来，这个化掉了。为什么会化掉？红的。是啊。对啊，化掉了。是哦。你穿这鞋不会太大或太小吗？太大吗？你脚23耶，我才24.5，你已经只跟我差1.5公分了。他比你大了。嗯，以后你应该了解。用你的这个。用我的这个，你说我这，哇，我这鞋是紫色的、啊，你应该不会要紫色的鞋吧？我不会戴眼镜。嗯、啊。你不要再弄了，到时候你们的。跟你讲的，你们的初学者板子，它那种比较松，因为万一你们摔倒，它让你的板子容易掉，所以很容易你们的板子就会掉。其实我不是初学者，他那时候问我们还是讲初学者，因为你弄太紧，你不掉板子，会人会比较容易受伤，这样很危险。那你的呢？我也不知道，应该也是中间吧。这个裤子又要湿了，好像又快要湿了。看这个招抓起来，所以抓起来。可以哦，可以哦。有一点点湿，变一球了。那我帮你工作人员擦拭。有啊，好啦。没大球，丢柱子就好了啦。啊，没了，没了。好吧，我这个丢，那么多。这个会不会叫别人帮忙？因为你这样子，你绝对下不了山啊。好，人好好。不然就是你在山上等我下去帮你捡了再拿上来，一直这样，那他就叫下来能帮你拿上来就好了。丢柱子，擦边球。呜，这看得到，只有他会卡到，拿手会跟着球进去。不要让它化掉。帮你弄一些。啊？不要，你不要到包，你到时候又弄到你的板子就掉了。不要不要不要。
一个 R， 什么 R？ 它的牌子呢 ？Rustin 哦，还是什么？哪里？哦，这个，我不知道，它瞎了。我们就在前面等人家吧，要谢谢人家。滑不走，你要小心哦！你也滑不走，你要小心。手，手放掉，手还好吗？我不是跟你讲手不要弄到吗？你的手会扭伤，我跟你说。看看那个后面那个，有单人坐的，周少宇挡开，走开。行了行，阿里嘎多，阿里嘎多，阿里嘎多。你刚刚那样很危险，你手会就我跟你讲，那样手会扭断，你知道吗？他就起来的时候棍子还在那边拖着，然后就差点被那个缆车这样扭到。那为什么你的屁股跟背都是湿的？要帮你录吗？不用吧。不用啊，你不要啊。一天以一天为单位就好了，上午跟下午差不多。李姐，我没有拉好。好。我干脆不要拿上来。好。也可以啊。过来，过来。他那个影子把它塞进去。李姐。嗯，等会。哎，这可以吗？你的领子那边把它拉起来一点，拉起来。好，你先不要动，我先帮你把雪拍掉，再拉。把它拍起来。刚好手要结冻，因为很冷啊。好，这样会有点很凉。拉高一点。冬衣服对你都很好，这件不需要。好了，等我这个。比刚刚好吧，刚刚最后那一趟我摔倒了一趟，我还真的看不清楚。不用吗，梦？不用录吗？好，走喽，谁先走？当然就连着。就是刚下的呗，不会啊。怎么了？跌倒。跌倒一点点。我摔了一次了。下午水积的更多了，会有点跳跳的。对啊，小跳。好玩。好松，好像面粉呢。面粉。杰好像滑得比较快哈，虽然他是。你好像滑得比较快，想办法脚合起来一点呢、啊。有。
怎么啦？人超多欸。嗯，我觉得好短哦。嗯，好短。你说还是用？你说等车等太久？对啊，他这样子一路下去，其实就轻松收工。什么意思？他今天就提早收工哦。我们的空调是怎么？啊？小弟说还是就一路给他滑下去，因为现在雪这么多，应该都不会太难滑。下面应该也还好。那叫做我的雪杖拉哪？现在？就下一趟下来的时候，现在排嘛。下一趟下来的时候拿，是吗？莫说走那个昨天，还是现在拿？等一下可以滑另外一边，还是不要滑那边？那边这边的话，你要就是你说很累是不是？对啊。哦，所以现在拿好。那都给我好了，四公都给我拿右手。我怕你抓不住，太多，累吗？啊什么？因为现在雪那么多，下面应该也是下雪的吧？我不知道。我需要他把那些泥泞都盖住，不然我好讨厌我鞋子好脏。应该会。应该没有，那就走一走啊，还好。走一走，你看我的兔子都脏了，是。而且我兔子都破小洞，后面都整个都大破洞，哎呦。这样看起来好像破很多洞，你看到没有？我不知道我怎么弄的，可能以前摔太厉害了，摔破。我们现在去试一下滤镜。我们说直接下去，万一开不下去，我们没试到。我们所以我们滑到那里以后，滑一次滤镜，看看感觉怎么样。我说雪值吗？对吧？我翻满那个帽子，你得试算了怎么样？帽子都挤的都是雪。我过去旁边拿东西。有啊，穿透明。其实酸起来什么都没有用。我有带两包。其实你是在第几个啊？我怎么觉得？有一根倒掉了，那个发的，有圈圈的那个倒掉了，然后撞上去。你们排成一排，然后让我好回来。好。什么 ？Stanley 过来一点。你带手杖，你给我小心一点，我真的很怕你又卡到手。他就直接拿着就好了，拿着就。就很好笑，一堆一堆断掉的。过去有多少人？过去有哪一根配哪一根啊？哎、欸，还是我要拿两个头也不方便。你要哪一个？来随便就行啊。拿到了，拿到了，你给小 Z 拿。还好吧，我拿了。你不要了，你就已经滑了这样子啊。你举过来。啊？你过来，你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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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好，没关系。不要动啊！是不是？是不是？你先坐。周少宇太帅了啦！周少宇，你让后面的人先过。你叫
说算了，我们滑下去哈。你说谁是最香的？嗯。你带板子给我小心，不要卡到了。哦，这后面了。你看，哇，我一直想吃哦，就没味道嘛，就水呢。干净吗？干净吧，停下下来了，干净。嗯，还不错。哇，这里都水在上面。对啊，所以它都会扫一扫，根本都是钻石喝的。现在抖，你有发现现在弹跳？前面的弹跳的更厉害，有没有？有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弹的、欸，一直弹。好多什么？我现在没手帮你，我两手都拿着，我不能帮。再给我小心哦，近一点再丢来。好，嘿耶，要留下一点印记。我们中间，你可以抓。好痛，抓得起来吗？这个东西好抓。好，有肚子了。我要丢雪球哦，丢柱子，我刚要留一个印记下来。干嘛？快！我看它上面哦，抽跳跳。哈哈，我这里又挤满了。干嘛掉？太远了，丢不到。爸爸叫你丢它。宝宝叫你丢它，丢不到。好，第二，耶，又有留下印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可怕，好，丢下去。
你不要用力。那个离那么远啊，是一下就到了。你说柱子吗？嗯。因为可能这里在爬坡比较多吧，比较撑不住，比较线那个缆线比较紧，我猜会比较。很好。坐回来很危险。没有，他就不给你，不允许坐回来。你下不来就走路下来，他也不让你坐，他就是不让你坐。坐了如果真的不小心就没有不小心，他不会让你上车。他根本没有地方带。你来不及下来，他干嘛丢上去？他就往这里。嗯，好像没有这样。他会把车停下来让你下来，他会让你。他立马停。对啊，他可以，他都是可以紧急停的、啊。你不要再，你不要弄到你的板子掉下去了，没办法救了。这边看。好了，不要弄了啦，到时候板子掉了，不要这样弄很危险。你雪超大的，还不要拿。好啊，你太晚了啦，你不注意你的那个，不要插在地上，不要弄到。好了。哎呦！要举起来。举起来。我这不是那样的，这样子就可以了。我卡住啊，干嘛呢？你不要，你要戳到别人，不爽。从左边下去是不是？前面绕左边，然后去做，我还是绿线看看。哦，怕我有点想尿尿，可恶。还是我们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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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尿，我也想尿尿，我不敢讲。好，等一下我们尿尿。刚不是已经尿过了？就我们喝太多了，喝了两杯都不太行。左边对不对？那我自己下，周少远不要跟着我哦。你不要跟哦，你跟弟跟吧，弟弟。好。
嗯，雪超多哎、欸。你姐就这样冲过来了。哈哈哈，这我说他速度变快了。对啊，这我粉就变直冲了。安主在那直冲，冲得很快。好了。好冲啊！我这边跑吧，这样。走。你这样走哪里？走这边。就直接走，走对着柱子下来啊。不会啊，会一直跳啊，因为它很不平。蓝车，绿的蓝车。莫，你要不要等一下斑斑？莫，弟弟，要不要等斑斑？没有用杖很难。加油！我觉得哦，还是哦，我去坐缆车。
啊。干嘛？为什么？所以什么雪地上都是雪？雪镜上什么？哦。他们没有做。啊？他们没有做？他没有做，然后就玩玩放这他就放这啊、哦、这个这里都没有，对啊，这边雪没那么大吗、我看我们该滑的地方，我看一下我的 GoPro 上是不是也都是水，嗯啊，那就看不到东西，靠腰差点掉了，靠差点掉了，然后是好一些好一些，拿好啊，真的没有耶、这里雪比较小吧，什么意思？放到那个另外一个有没有拉链的口袋？没有拉链。靠腰，你这样到时候痛丢了。然后我们别，你现在不要拿，你现在你手上也没有，没有套好吗？有啊。现在不要拿，你下车，待会我们去上厕所，你再慢慢拿。对啊，下去你就会找不到。现在啊，我一直都很想上厕所。为什么？就很想，我喝两杯都很想尿尿。记得喝两杯，所以都很想上厕所。为什么喝两杯？因为我们有两个杯子啊。因为我们刚吃的餐加饮料只要200块，所以我们喝很多饮料，结果就很想上厕所。他怕被我骂吗？这个的信心是停下来了，哎，马上刚刚我的厕所门的声音，小美丽呀，小美丽呀，小美丽，你回去脚好酸吗？你脚会酸吗？不觉得，哦，不要动哦，你的眼睛上完全都是血，水啊，血，好了，好，你的还好，水，等下拍一拍手，它会掉下去。哎、欸，走，不走，要走了，要走了。各位们，リフトを押してご注意ください。ご注意ください。我眼镜雾来是真的雾，有一点雾啊，因为雪一直飘过来就雾了。雪杖不要掉了，今天都要掉，对，还有，
快点，快点，快点，快没柱子了。夹不到。啊？这个呢？你又夹不到爸爸了吗？太远了。也有你们住上来是应该尿尿是啊也很想尿尿我不尿吧你没有要尿吗没有我刚才要走的时候也小雪的，你不要戳他哦。你真的想尿尿也不敢讲哦。就是想说其他人可能不想。我想。那他们可以再滑一趟。T，你要不要尿尿？我要尿。那我们要去尿尿呢。姐，你们没有要尿尿，你们可以再滑一趟啊！要，我想。你们没有要尿尿，你们可以再滑一趟啊！丢这哦，那回丢这就好了。好，丢哪呀？爸爸，爸爸，你这，爸爸来站住吧。莫，帮我关。啊？但是你的在闯红灯呢。还在录吗？我先按按看。上面都是冰块。